大家好，38路38 Avenue。 哇，这里有十几二十个警察。哦，打架了，那个人脸上全是红的。看这警车，你怎么走到这儿来？是人家打他了是吧？啊，那个人挨打了吗？不是，我也不知道什么辣椒的碰他眼睛，不知道这个老外。哦，什么辣椒的碰他眼睛？辣椒水是吧？不知道，我也刚刚听这个别人说，我又不知道。这黑人女的？女的，不知道。这样不会抓走啊，还要辣椒走。对，辣椒水可能。这个要抓走不行，让他走。你看，美国警察都是，听说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。没有打架哈，没打，就是辣椒碰他眼睛看不见了。没来人啊，没来人。对啊，这边那还有什么人啊？知道为什么喷辣椒水吗？这个车碰在前面，他车在后面嘛，不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哦，这个人是司机是吧？我也不知你看见了吗？你过来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是吧？哎，先生，你好，刚才是什么情况？我坐在车上，后面那个 UPS 那个人女人去赶了车顶住，然后死黑鬼就跟我吵，我说我没骂你，没说你什么啊，我就等你车啊，等很久啊，你要吵跟后面那个人吵啊，他妈一下子就喷我了。他是拿辣椒水？辣椒喷我吗？这不是死猫吗？他妈的，警察说我这个每个人说话口供都不一样，
我都根本你可以看得到啊。那警察就是相信那个黑人女的了？他也不是相信谁，他我也说我的，他说他的，就是你没有动手他就喷你。没动手啊，坐在车上的，车上的都喷到我跟警察说，我坐在车上，他再喷下来，里面车里面东西都有啊。我也坐车上，每车上都看得见，是不是啊？就现在是清洗后，我、现在可以看得到。可看得到吗？好辣他妈！你看我这。那警察有没有说什么？那个女的有没有要带走什么的，或者说赔偿什么的？没说啊。什么都没有吗？他说他的，我说我的。那这样拉了，再抓了我一起去进去啊？那这样用辣椒水随便喷人就没有刑事责任啥的吗？他说我是攻击他，我说我坐车上怎么攻击他？他说我攻击他，他喷我辣椒水。我坐车上怎么攻击你要喷我辣椒水啊？对呀、啊，我们今儿都有看到他，你对啊，他喷你的时候你是坐在车里吗？我在车上里面啊。对呀、啊，我怎么攻击他？那老黑他们被带到局里了。没带走了，自己走了好像。他说你那不两个人挤一人，他说了他狗共，我说我的狗，他说算了。我怎么说啊？这不是死猫吗？我是这样的，谁都看得到我下车没下车啊？我们在店里是有看到啊。所以说你怎么说呢？警察说你这样的话，那不然你车上没有录像吗？你车上没有那个 video 吗？我也没有 video 啊。你车里没有导，没有那个、啊、没有 video 啊。他要从侧面喷的话，那个摄像头只能看前边的。但我看到了耶。是啊，很多人都看到啊。对，但那不让我在这，不让我们在这站着，不让我们都散，那警察。他说目击人他那个死黑鬼谁的几个老外跟说的。他就做口供。问题是他那几个老外，他是向着他们是讲话的吗？是要向着他讲话吗？啊、他说他以前说的不知道，他说我攻击他，我坐车上怎么攻击呀、啊？对呀、啊。我说我有证人了，那你证人在哪里呢？那我说他露出那个也给了我影片，他报警，他露出那个，他的好心帮我，他可以做证人，电话都给警察了。他警察说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你自己走吧。他说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是啊。是那个华人警察是吧？不是，他华人警察也是这样，老外也是这样说。他说那么一起锁到警察局里面，然后你慢慢在路口供。那就看你自己了，你要是愿意不解约，你要是想解约的话，我们其实也可以帮你。你眼睛现在有没有不适啊？就感觉不舒服或者？舒服，咱洗了已经没事。刚才说我现在没事了。那个医护人员帮你处理了一下。就处理的好也好了。对。你今天情况很严重。还是有点红的，所以我是真的不公平，没事，我一点都没有跟他吵，一点都没有。他骂我就说我他妈你骂我干嘛？我都没有追你，都没有说等你。他后面那个你看见没有？一边那个女人叫他打他车嘛，然后他吵他不过，吵我们中国人嘛。我前面没有看到，但是他给你喷的时候看到。他好欺负你中国人吗？拿个东西拿出来，我有什么东西？我是挡不了，要是没眼睛的话，我不能这么厉害。啊，有眼镜挡了一下，还挡了一点，他就这样闪过去嘛，被他跑了。那阿姨几个都看见了，把腿给我，他们都看见嘛。我也给你拿了，拿了一个那个湿的那个棉被，我那可以挡不了是吧？好冤枉，这你怎么说？你说美国法律，你他说那不然你怎么说？就告诉他呗，你跟他说告诉他呀。刚才那个、因为我根本没有袭击他的，就过来喷辣椒水，那是他人身攻击。他这个律师说，这个小问题很大。那刚刚其实那个帮你报警，女生还挺好的。是啊，他律师吧。对啊，还喊了几句呢。是啊。那个女的。我有时间也会找他跟他聊一下。我真的要我这个我太冤枉了。我要是说我就他们律师吧。对，那你这附近有没有监控什么？对，你要看得到的。他这屋那个。我们没有监控，监控坏了。应该那边的，前几辈子看到这边，我也没下手打他什么，他说我就打了。那他这个有没有什么就是申诉的时效啊？你要是不弄的话，没准是一过去了，是不是就？他说大家握手就算了。那你要不，那你不握手，我就没法握手，我都被都没握手，他说握手只能是民事起诉。民事起诉我只能像美国现在这样法律的话是小事情，进去住一下，然后也是出来了。那你这个他们帮你清洗，这个会收你的费用吗？他不收，不上进不收，不收。他上进不收也收。但是我给他一句，因为我可以告他，为什么？我有证据，医生哪有什么那个，他有点轻了。他比的。那你这个太冤枉了。太倒霉嘛，所以说就是说你
可以告他，但是民事起诉的话，他那很难说。对，就算你告赢的话，他告赢的话，他就能不是说还受伤或者什么意外受伤赔你保险那种钱，他是人为的，只能在里面，我们在美国这么多年，只能在里面做一两天，判刑肯定不会判的。知道吧？那要是民事的没有坐牢的时候，他只能赔钱，民事没有，他刑事可以进去。犯这种死黑鬼，他有钱赔吗？是谁判的？是警察吗？不是，警察赔的。我肯定告他个赔偿。他躺在地上不起来了。他地下。要是黑鬼，要像流浪汉似的就可以了。啊，要是他开车体面的就告他。他开车那个车还是有点钱。好，可以吧 ？Thank you。拜拜。无缘无故的口角一下就喷你了，吃辣椒水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事情告赢了也没用，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是。是浪费时间，但你开心一点嘛，心里顺一点嘛，花点时间告他，然后对不对？罚他款也好，说什么也好，他有没有进步也好，你心情会好一点。要不你他肯定要赔钱，知道吧？他这肯定要赔钱。没有，他要不是流浪汉的话，告他肯定不是他赔钱。你要看你受伤程度，你这个一点现在没。你受伤轻，要是受伤很重的话，那是刑事罪。对，你现在受伤轻的话，就是受伤轻的话，你说我现在眼睛这样，我做不了工了。因为他你歇几天就这么。如果是警察喷的，那没话。不是，那你为什么刚才那个警察不抓他？他跟警察说，我去打他，攻击他。他说。老外证人，他说我去攻击他，我坐车上怎么攻击他？他说他说他话，我说我的话。他用东西喷你啊？是啊，他叫什么？他抢你的东西喷你，你看不到吗？他没有，他在车里啊。他就是吵架，就是他后面那个 UPS 吵架，他就 UPS 那个打他车，他不服气，然后跑到 UPS 后面那个人跟吵，那是白人。然后我是第一部车就在这里，然后他说才你什么，为什么你逼我什么？我说我没逼你，我就等你问你啊。你摸了车我就开过去啊，然后一直骂我，我在那里病求你 OK， 他拿出枪就拿着喷我嘛。你说什么没关系，但他喷你这个是错的。对，你必须告诉他。他没错，他是主要是说他给你没给你钱，黑鬼打过来，然后要为他说我去攻击他，变成我变成刁钻什么刁钻来讲，刁钻来讲，刁钻来讲。他坐在车里面，怎么样可以打他？他说他，但是他说给你作证了，他给你作证了，那他说没有用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还说你还攻击我了？你看那个黑鬼婆都是不好人啊！你看他，我跟你说，刚才说警察方一说在说什么很多话，在我讲很多话，他是。你看刚才当面没有中国人站出来证人，比如说我可以做证人，他喷他就走不了。哦，这样子啊？他警察说你证人在哪里？他各说各话，你各走各的。你有人指证出来说，我刚才就是你的黑人喷他就走不了了。你就坐在车里面。黑人是男的女的？女的。我坐车上吗？女的很肥的，因为。所以没办法，因为刚才警察问我，但是没事就算了，没事就算了。他刚才警察问我，你有证的，证的在哪里？我们都站在这里想帮你讲话来着，但是那个警察不让我们过来，回过来的，让我们就站在这里，跟他说我们在这上班。他警察不让我们过来。他警察主要说也不想这些多事不如少事，警察也不想。我跟你说，他直接说，你有证人的话，我有啊，我跟他说我律师这个回马上打电话。他帮报警啊，打电话给那个，他说你电头，你没证的，对，你不让我打电话，你现在还这是美国的法律了，都他妈没证真的，没证人他就没事了，是啊，说来说去就找不出来找事啊，你反正你看好了，杀人没证，不看好啊，警察也不抓他，对啊，我是说没有用的，我说你眼睛看了没有？没有，他就是眼镜那个形象你好了，就好了，这个。辣椒水主要是这个你没洗的话没医生那个水啊，你真的顶不住啊。对啊，我给他弄了多少的湿纸巾，他都没有用。他不会留下伤的，应该不会留下伤的，你很难受。他不会永久的，但是你要好几天才能好几天嘛，没有那个时间。他药水给我洗。真的这个吃屎猫啊，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，他逃掉了，被他逃掉了嘛。不是逃掉，他一回来，没有，他不敢跑。没有，他回来了。留单子，你要他怎么回来了？警察说自己去告啊，去民事法庭去告啊。但你得给我留单子啊，咱要那。他说你车牌在叫啊。那你那老外后来回来了。回来了。
他说那个告了，他自己回来还是就人家那个，你刚才刚才那位，人家说作证的，对不对？你告啊，告然后你肯定成啊。告啊，我也帮你。对呀，留个电话吧，留电话，然后到时候处。你不单纯是你的事情，像老黑现在他是对华人有点气。是要提示吧，他提示吧，他们之间也有那个女的，那个女的不是给你名片了吗？无缘无故的嘛。他说我攻击他，然后我没有，他警察就说各说话，警察就是中间人，他没办法。他你要刑事罪的话，他说你可以去刑事犯法，警察会那丢人呀，这种事情他不会这个法。有他说警察说那不然你两个一起去警察局啊？对呀、啊。说可以啊，他都想一下，你这个你应该一起去警察局笔录，还有嫌耽误时间的，你为什么不一起去？一起去大家笔录下来，你有问题你就可以走。对呀、啊，主要是说为什么？主要当场说，他有证人，我没证人。因为那个女的不是在吗？他走了。他警察问我你他攻击，他说我攻击他。没有。可我说是没有，他说你证人在哪里？他有证人。哎，那个女的不是在吗？那个给你打电话的。我打电话的，我给卡片，我说你警察等一下，我打电话给那个陆叔来。对啊。都证人。他说我不理你，你不听我的话。谁说你不听我的？警察说。哦。所以说警察说你这样，我跟他讲，他那个是华人嘛，我跟他说他，我没办法，只能吃屎花。他说是啊，这样事情只能吃屎花吗？那么你就想你是法庭去告他告什么刑事罪？你这样的是就好像街边口角了，肯定有证人，这是等于街边吵架了啊。对啊，就好像就是怎么样，但是我真的今天是他妈真的好冤枉冤枉。对，你就出来了，后面那个车子叭叭叭，是他是后面的人跟着吵。你看我真的今天他妈这个感觉特别冤枉的话啊，你也别咽这口气，回家准备就告他，对，然后把他们电话号码留下来，万一需要的话呢，然后做一个证。有人看到，至少他那边哈，一看你无缘无故碰了他，然后要调出来，他不能工作，调出来的话，他没有人证是当然可以啊，人证和那个什么是一样的，人证和录像是一样的。当然说不是，因为我去，比如说跟你们替我那个人。好像这个事情拖很久啊。哎，你又不想耽误时间，不是不想耽误你们时间。对呀，那大家我知道大家好心，我知道，回到我们的主，知道吧？因为你就算我讲过，就算告他赢的话，也挣翻了钱，没有别的，没有别的。先生，你要不要再报警啊？因为我跟我同事都是证人啊。看到他喷你，对，他真的很好。你就刚才那个打电话的是吧？不是我打电话的，哦，你要不要自己打过去啊？可以的吧？不知道可不可以，但是我们两个是证人的。他是他跟我说的，他那个警察跟我说的。以后再跟你可以去告他，因为我刚一直在旁边，不公平嘛，我要查，我怎么查？是啊，所以说他警察不想去给老外争，不想那个。这个估计是法律问题，还想把这事情盖掉，你知道吗？无缘无故被人来喷啊！无缘无故啊，真的，真的是很冤枉啊！甚至真的喷了，当然你，我一直都没说什么，我自己坐车上，他没说，是后面那个老外的那个女的跑到前面叭叭叭叭，然后他跟警察说，我去打他车，打他车门。你没有，是后面那个老外的那个。所以说他说你证人在哪里？拍车门不违法，那是正当，那是沟通。如果车坏了，那是赔。没有，是他主要。是你先挑逗他了，老外。是老外说，那个女的他找你，对，找我发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惹不起他，然后他那股气。刚好我车门在，我就是避公车。你知道吗？要不要咨询一下律师？你再报一下警。我刚才小，我知道，我刚才已经不要找律师了。我刚才想这个小事情。也没得好告，他只能提到两车出货。谁说没得好告啊？那律师这个啊，律师这个谁呀、啊？律师，律师啊，这个女的是律师。人家律师为什么呢？人赚不到钱，我告诉你。需要证人的话，你来这边找我。谢谢您，谢谢您。
律师是这样出来时间要哎，我知道你们都是很好心，真的，对我也想一下。所以律师真的不要接案子，就能辞职吗？没办法。现在你们正开，哎呦，刚才你们没看见？很生气啊，很多人都是。对。他呀，开车他那里很红火。和一个老黑啊，口角，老黑就突然的喷喷，辣椒水就喷他了。我砸枪吗？辣椒水吧。喷完了之后，好像没事，结果谢谢你们啊，警察来了，谢谢你们，也不算什么，能帮到你肯定要帮的。我知道，因为这个事情没办法，知道，就算你吵赢的话，他只能当你说你是街边吵架。我也不是，就我你跟他说我现在头晕，我不能上班。就是我们。就说简单卡，知道你的意思，好，我知道我的情况。我的人情是说不服气的人，但是碰到这种事的话，想透的话，也没有什么好处，只能接到他们的那个当然帮他了。是啊，他也没有什么好处，种族歧视，种族歧视，他都你对都不会帮你的嘛，就算对不对，就算我们。我就是这个气算是你有亲人吗？你到时候打官司也不怕啊？就要打官司，打一个这个小事。那你要像美国打劫都没事，坐一下出来了。现在你看你们这个什么法律啊？申请一下，就说我要告。进进出出几百遍啊！这就是太气人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很气人。在中国人的区域，你老外很什么？不是中国人气的多，这个就等于要。他这些人都知道美国纽约法律了，所以说他没动手，没有动武器的，就喷你一下，就说我防护，我就说冤枉你，哎，我喷那张嘴，我是防备自己被你攻击。他懂法律懂太透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中国人自己要保护好自己。你也可以拿那张嘴，你知道吗？有错没错，你先喷。对啊，你拿那些水来，他来攻击你，一动手你就喷他。你就算没攻击吵架，你先喷他，跟我刚才这个也是一样的。可以的。那你为什么不可以啊？你吵架我先喷你，你怕你攻击啊？都你可以说啊。他刚才就这样说我啊。他动手才行。吵架，言论自由，什么都行。我不动手。如果他那个那跟动手是一样的。他动手，我跟你说，我刚才坐车上，我跟你说，我刚才坐车上没动手吵架，我刚才就坐车上。就是吵架，你叫这个，他就跟你啊，你这个房屋过期了，你还有没有多大啊？他说你这人，我看他反过来还要告我啊，房屋他有攻击他，你有一条房屋过期，怎么说？后面的那个没老外敲他的门，你碰了之后，我眼睛睁不开。你是上你刚才说这个你不是说的吗？你刚才说有啊，我都在。后来我因为我们要办事走了。因为刚才就很难为我说这个，但是我有吵架。我们不会英语，他没有他有话，他有很多话的。他没有动手，他主要说，比如说你刚才那我们好晚一点走。哦，你要是。早一点走，早一点来的话，晚一点走的话，你肯定就会想说，哎，我做证人。对对对，我晚点走，我看警察都来了嘛，那个女的在我就走了。他警察就说，他说他，你说拿他东西，我说。后来那个女的也走了。所以说，美国，我跟你说，这些事情就属于街边吵架，当做街边吵架。虽然说我们今天是很热烈，妈妈的这个气氛，我眼睛没受伤，休息一下，好了，谢谢，太吓人了，是很吓人啊！我那时候顶着武器打不开，气喘不上，因为你知道毒辣吗？对，知道吗？他喷你辣椒不会死，辣椒句话，人倒霉的时候什么都会啊。两个老外就欺负他嘛，对、啊、后面那个老外他都不敢去弄，那个老外派他们车子，他不敢去弄，就欺负他，对着他来。什么办法？比如说我看你不顺眼，你今天倒霉了，我就走过去喷你喷一下，走了。等一下警察来的时候，为什么你说为什么我喷呢？喷你，我可以说啊，你攻击我啊，我才喷你啊。各说各的，就这样的话。坐在车子上。他说他攻击我，他只能证人在哪里要提，各说各话。坐在车子上，他偷袭的。他老外说攻击啊，有听说吗？跟听谁说啊？有行车记录仪吗？但是他听谁说？他说我攻击他，你又不好，又不知道怎么跟警察说，然后老外就恶人先开口。没有，我刚才有那个广东话的，就中国人，我碰到警察，我是这样说啊，我说你可以上车检查。
他说我攻击他，你怎么办？他是新加坡，买张彩金的，一个西装党，大家是不是？我想过报警，没有戴眼镜，要没戴眼镜完了，我已经报了，我就报了。倒霉啊！怎么想得到？我想得到，他妈就看他过来，就真的撞死他。我是这样子啊，他车停在这里，他跑到那后面被他吵吵完回来的，跟我吵，我不等你啊！他骂我，骂我，然后一下子，我他妈你闭嘴呀！他就要喷我嘛，